传说千年前，妖魔界与天界大战，魔煞星罗侯几都大破天界大军。此时出现一位救星战神，带领天界将魔界一举击溃。魔煞星心魂被封，战神也突然消失。战神和魔煞星同时下凡，不过没人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。我们小师妹打小六十不全，说得好听点呢是没心没肺，说得难听点啊就是废物一个。司凤的资质创派千年难见，我主意与司凤为离德宫首徒。为什么要捏他？我以为他一定会咬我。不要学说话。簪花大会旨在弘扬正道之威。司凤，司凤，这个离泽宫的弟子还真是天资出色。离泽宫弟子一生不得对女子动心。离泽宫弟子的面具绝不可在外摘下，更不得丢失。面具是我摘的，是司凤的命重要还是面具比较重要？弟子生平从未知晓朋友是何物，如今才明白什么叫做深情厚谊。什么深情厚谊？司凤被外面的风月迷了心窍，自毁前程，数罪并罚，不得抵消。玄清，为何你迟迟没有回应？是你太笨不回应，还是怕灵堂弄丢了？你是不是忘记情人咒面具一旦戴上，只要情伤三次就会血脉倒流而亡，但只要你爱的人能全心全意对你，就可以摘下面具解除情人咒。此生路他人气战楼风月四凤，真的是你啊？你在那边躲，你头发乱了，我去给你买个发簪。没有乱，我乱了。魔煞星并没有彻底消亡，他的心魂还在，旧封印在少阳秘境琉璃掌中。你去怎么讲？我刚才看见你面具上流了很多的血，就一着急把面具摘了。你摘的？怎么了，司凤？我是高兴。我摘了你的面具，是不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？当然。除了我之外，其他男子不能保你，更不能取保其他的男子，知道了吗？这里是迷毒丹，这是毒针丸。我是不是给你吃错药了？会有什么影响吗？你是个笨蛋，怎么可能不会有影响呢？我喜欢你，比所有人、所有事都喜欢。面具摘下来不是笑脸吗？他怎么在哭啊？我究竟有何错？你将为我天界效力，剿灭修罗，灭尽魔域。战神拜上天庭，压去诛仙台，毁其仙根，灭其元神。情人没有收拾，我体内的情人咒也并没有解。怎么会这样？玄机，你心中的人不是我的司凤，没有什么比满心期许被人亲手掐灭更痛，也没有什么惩罚比这情人咒发作更让人痛不欲生。是楚玄机把你害成这样的。他并没有要求我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一个人发给你回应，你便要杀了他。那这样的人终不为人爱，也不配爱人。我满脑子都是司凤，这叫做动心。我想过了，司凤你要的都可以，你要的真心我也可以。黑白之欢，这是天血堂的信仰，还敢说自己不是妖族？可是我知道司凤是被冤枉的。盗取五大派的灵石，开启魔域救无之旗，复活魔煞星，你诱他生吃念往故是非，
接近玄机，到底有何目的？玄机他是人，却不让他有人该有的感受。没有四方，我的娘，娘，没什么事，让小樱花去天雪堂，是为了寻找万金马王金。神命珠又开始颤动了，主玄机恐怕已经进入到万劫八荒境中了。我从来不信这些，我赌你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。小恒华每一世都为你而死，你却永远都会记得他。那些他不该记起的，最好什么也不要记起，才算安全。你这簪子从何而来啊？上面雕的是金翅鸟妖啊，你难道认为这个离泽宫全都是妖，于四凤也是妖？解释，只要你跟我说不是我就行。你跟他们解释说你不是呀？对不起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婆娘带的小丫头，早知道我一并杀了你。师父，不要！我要杀了你！玄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继续杀人。说过，我说你不会骗我的。万醒魔煞星复兴妖魔界，指日可待。那些欺你瞒你的妖，我们一起杀了便是了。不招了。如果不，我并不是魔煞星，我所做的一切。让你们所有的道死无葬身之地。快把忘情丹服下。